你深情地看着我就能说出来了。我试试吧。我看着你特别想。特别想啥呀？特别想。特别想啥呀？特别想吐。是不是吃顶着了？不是，小圈儿，小圈儿来，这不行，小圈儿你，哎，孙子不让抽，不让，你太爷他不让我抽，你怎么跟你孙子说话呢？抽孙子想抽吗？想抽，去门口抽去。好。哎，小米粒儿，上门口抽啥呀？抽风呗，抽啥？抽风是几等奖啊？哎呀，我的妈！你来来来。小圈儿啊，小圈儿，你来抽，你来抽来。哎，别别，老钱，你先抽。哎啊，你先抽，你先来，你先抽。我还有这待遇吗？有。我先弄。哎，你放心，你都弄好了，你抽，你抽，抽。我觉得这哥哥以前设计不太对呀。这个行，没事。看看你的运气，哎呀，抽的啥呀？抽的啥？摆个沙发状。让这屋子里最高的男人躺在你怀里休息十分钟。哎呀，怎么想的？手气这么差！这什么我没事。哎，抽到这个就得这么做。不，这是、哎、你看这个奖项太好了，这个屋我是最高的一个男人。哎呀妈呀，我就想上你怀里躺十分钟呢。不行，哎，这个惩罚你必须得做。对，哎，咱们天津邻居们说对不对啊？不能耍赖啊，这是游戏规则。哎，大沙发，玩会更好。双手伸开，我想叫你抱抱。妈呀！我想叫你抱抱。别闹，别闹，抱抱。停业整顿。太狠了，那个什么，这把算你欠我的，我这个店得多关照以后。行，坐下。行，快点啊！该你抽了，该我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走吧。看看我的运气，哎呀，运气肯定好。哎，什么叫看看啊？什么叫？头顶着高压锅。在屋里转五圈儿，我丑我乐意，找不着对象嫁不出去，活该。哎呀，这啥奖啊？这谁写的玩意儿？喂，是谁干的事啊？这是老王，我以前乡里不是这题呀、啊。你不说你没问题吗？你怎么你是不是坑我呀、啊？你等讲呢？我根本就没放进去，在我肚里。你这人，我告诉你，停业。我大姑同意吗？老王咋回事啊？大姑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奖是他弄的啊。海南双飞七日游，他想把这个奖给你，你俩一块上海南去，把关系定下来，叫我帮这个忙。我要不帮他，叫我停业整顿。不是。没事啊，老钱啊，不行不行了你啊，你整的这叫啥事啊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起你回家想七天。不是，你说你有话就跟我直说呗，你整这么个事儿啊？你说你还是不是个大老爷们儿转弯抹角的？就算我抽着一等奖，我也不跟你去。那你跟谁去？我跟我重孙子王小倩儿去。小娟儿，他怎么能这么对待我？钱叔叔，你就太不了解我们女人了。我们女人呐、啊，就喜欢直来直去的。我黄姨的意思啊，你有话直接说。直接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心里怎么想着就怎么说呗。娟儿啊，我想嫁给你。你给我
小米粒儿，我想对你直来直去的说，我滚一边去吧！哎我的妈呀！小米粒儿，不管我滚到哪里，我都要嫁给你，我就嫁给你。